三斤真不错啊。哎呀，你们看什么？一个小球。啊。哎呀，不禁让我想起我6岁那年，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就是一个高尔夫球。我记得那天，漫天的白雪，我爸独自一人在路上散步，突然一颗天赐的小球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他一看四下无人，就把这只球捡了回去，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我。那你爸对你挺好的。嗯，我也有和天然哥相似的回忆。莫帅，你不会收到的生日礼物，也是个高尔夫球吧？哎，不能，以马帅的家境，我觉得怎么也是一套高尔夫球杆。差不多吧。哎，那你爸对你一般。作为一个富二代，你过生日，居然送你一副高尔夫球杆，那也太抠了吧？确实。富二代啊，这是。